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再一次嘅啤李漫步。其实咧，呢个网友真系好有心。我记得嗰阵时咧，运动时间咧，哇，佢净系拎唔系俾我啊，当然啦，即系嗰啲券啊，佢系。真係幾廿個啦，我知道佢嚇、而佢唔係好有錢嘅啫喎，即係 OK 嘅，但係唔係好有錢嗰啲人啊。有啲人係咁樣嘅喎，即係、你都識有啲人係咁樣嘅喎，即係仗義疏財。係啊，佢真係唔真係好奇怪。佢話嚇咁啲八百咩咁貴，佢哋買咩喎？咁開頭其實係想話係俾啲老伯伯，我好嚇到老伯伯老婆婆啦，買咗呢啲你都四五十歲五六十歲以上啦。哎呀，是但啦，佢話誒總言之，佢哋平啲啦，使用得好嘛。抵咯，就咁啊！好啦，西班牙對英格蘭，我首先一樣嘢，除咗個別一啲媒體之外，我真係唔明白，包括我啲網友，屌你老母，點解會覺得西班牙係全勝奪杯咧？係咪真係為咗你撐西班牙扯到癲撚咗咧？乜西班牙唔係打嗱我哋所謂嘅勝負和就係九十分鐘啊？佢唔係和到德國加時一百一十九分鐘入個球嘅咩？啊！佢係六勝一和奪杯，大家搞清楚。咁你睇琴晚嗰場波咧，贏波都合理嘅。嗱，點解咧？我到而家都咁講，英格蘭咧好簡單嘅啫，怕輸，越怕輸就越輸嚇。咁、其實咧，要咁講啦，修夫基琴日個變陣係相比佢以前係快嘅，五啊幾六十分鐘已經換人，陣日算 OK。但係其實咧兩球波咧，佢反應都係慢。佢反應都係慢嘅，嗱我就始終我唔係，即係我哋踢波睇波啫。但係咧，我哋啲老友有啲真係半職業啊，定咁嗰啲話齋。琴日咧，英格蘭嗰、那個啊左後衞叫咩啊？沃加係咪啊？琴日出啊？左邊蘇爾又沃加。嗰呢邊係邊個？呢邊係咪係右邊？係。其實琴日佢第二球波咧。啊！佢反應真係慢啊！如果唔係咧，佢一早騰出嚟就越位噶啦。咁嗰啲陣時天光火石就唔好講啦。但係兩球波咧，其實都係西班牙嘅重攻左路。喂，顧撚住，屌佢睇撚住阿亞馬，特別第一球啦，就完全都冇睇阿力高威廉斯。咁啊殺入嚟，屌你咁啊清脆咯！啊，至於佢哋嗰球咧，嗱又睇到啦。喂，咁原來乜唔係？當然呢個唔係話一定係成正比啦。如果爸媽做正選，係咪個？喂，老實講，我霍頓琴日真係要早換添啦。霍頓應該係早要換啦。你話即係哈利簡尼六啊分鐘換都算勉強，即係最遲六啊分鐘啊。係啊，彭馬可以早啲入嚟，早啲入嚟啦，毫無表現。同埋我唔明白佢追翻一比一佢之後啦，又慢翻。你好似又縮翻頭嗱，你換走咗明奴啦嘛，你換走咗個對個防中，咁啊換入咗佢彭馬啦嘛，一係你就再換翻個佢防中你先手，係啊，我你又唔係喎，用依家當場同人哋博取嗰陣人嚟手人手，咪輸，結果就攻又唔算好鋭，手又麻麻地，但係當你輸翻一粒咧，你又再攻翻死啦，其實都有一下個頭槌俾人空門啊嘛，一下頭槌，其實係如果你。keep 住壓翻前少少，其實咪係咪好啲咧？一下頭槌同埋阿邊個咧攞嗰個波直線啊，中間嗰種啊，件事係啊，嗰個嘥曬喎。嗰球波佢立得靚啲，轉身咧起到腳噶啦，頭槌基本上入得噶啦，其實係爭啲運啦。嗱咁講，西班牙喺成個賽事入邊咧，嗱優勝劣敗噶啦，唔使講。但係英格蘭咧，其實我就覺得唔係你諗到咁灰嘅啊。尋晚表現好差。而家其實英格蘭真係好撚矛盾啊，就係收夫基嘅去留啦。嗱，你大家見到一樣嘢。在歷年以來你有沒有發覺收腹肌上臨之後呢是差不多全部球員包括現在彭馬都撐他的、證明這個人呢起碼得到球員的心的、個個都撐他的個個都容易留在這裡、用成績來看幾十年來英格蘭最好是他的的而且確、不要說那麼多即說多曬一口氣、但是喂留佢喺度，我真係好擔心你繼續冇杯喎，因為點解呢繼續燒我的價錢變啦，係因為點解呢因為呢佢琴日算好啲，佢進步啊！佢唔，我都係覺得係保守，佢唔夠膽搏啊！佢彭馬入咗之後，變翻保守啲咯。嗱，你入咗波就點解你點解唔搏咧？你真係諗住博加時啊？博加時？你真係諗住四十二碼？嗰時佢時間唔
其實唔係好，唔係，其實唔係好多，其實十零分鐘，同埋嗰陣時啱啱入咗波咧，你個勢好咧，其實應該把握嗰個時間去，因為佢都借緊咗一月噶嘛。嗯。喂，學你話齋，喂，咁到時喂係咪應該換翻個防中落嚟啊？其實一比一咯喎，然後先守咧，假若要守又話，嗯，啊，你應該食住個勢噶嘛。咁結果你咪又係又係咁樣咯，啊，咁嗱，我覺得咁樣嘅，連西班牙就算俾你吹翻粒。人哋冇叫冇騰啦，冇鬼冇鬼啊，冇騰啦啊！嗱，我就咁樣收腹肌去留。你問我咧，你哋我就即係 at the end 咧，我都覺得走啦。因為只要有一個咧，嗱，我唔知嗰第二個教練係咪真係有佢咁。你知教練其實最緊要就係顧到班後生啊嘛。但係問題我其實而家你大家嗱，你哋唔需要去特別托高英格蘭啲球員，但亦都唔需要踩低佢。其實而家呢一代咧。嗱，而家見到屌你咁嘅名奴仔又出埋嚟喎，十幾歲喎、喂，呢個彭馬十零廿歲嘅啫，廿歲嘅啫喎，喂，其實迪勤懷斯呢啲全部不比定咸全部打得噶嘛，嗯、即係如果你一個正常教練咧，我覺得咧，佢都係能夠將英格蘭擺到去啊、即係八強嗰啲咁嘅位置嘅、嗯，都即係喺世界盃嘅話，歐洲國家杯起碼佢係有呢、這個係有呢個能力嘅。咁你話如果譬如我安察洛提咁又話，除你如果琴日咁呢個決賽安察洛提嘅，可能贏咗啦。嗱、嗯，縱然你可能平均冇人哋咁好，我唔覺得佢蝕嘅。咁當然你用成個賽事嘅表現咁計，西班牙好啦。西班牙上場打都 OK 嘅，好似琴日都四平八穩㗎。係啊，有咩唔好啊？西班牙你冇個別好大嘅佢球星都睇唔到。嗱、你而家咁講啊，因為佢哋咁後生，而家力上緊嚟呢班咧。未來嗰一段時間，西班牙未必統治啊，佢又係有已經又上翻嚟啊，係有能力競爭嘅對手啊，就係德國咯。如果你而家睇翻睇翻嚟咪德國咪太早太早遇到西班牙咯，冠軍前哨戰咯。係啊，係啊，都而家睇翻轉頭都係噶。你法國我就唔知搞乜嘢，係咪要換迪金斯咧？佢而家打到咁，你即係老實講，法國就最撚黑人憎嘅。迪金斯啲戰績又好好啊。法係啊，屌佢世界盃冠軍，屌你佢亞軍入決賽兩咁，你講咩啊？歐洲 OK， 但係佢實在解得打，因為佢用呢一隊人咧，其實真係你擺乜嘢都冠軍啊，應該即係俾我睇落去，係、嘛？好啦，咁啊哈利簡尼繼續冇冠啦。嗱，我覺得咁樣啦，三十歲，慘啊！係咪應該要考慮退出國家隊咧？唔好再做黑腳咧？啊、不過他昨日的表現除了勤力回來防守之外就麻麻地沒啦，不過腳又沒有，其實整個賽事的表現都是麻麻，反而上一屆呢，上一屆英格蘭除了決賽入即入了波之後太過他歸宿，是全其實打得不差，是不、今屆反而 就麻麻地，其實上一屆想想他的晉級路程啦，真的 OK 的，即是說服力很多的上屆比世界盃 四強那屆不差了，嗰屆都唔差，世界盃四強嗰屆都今屆差，世界盃四強嗰屆都叫做輸咗長分組賽俾比利時，但係都係 OK 啊嘛，殺到入去之後，係、嘛？輸俾克羅地亞，係嘛？今屆係最差一屆，點解咧？我就真係覺得咯，係驚輸咯，越驚輸就越會輸，呢、這個世界係咁樣。係、okay? 尋日啊，邊個睇好啊？阿卡華捷啊，即係皇馬嗰、那個。哦，咁嘅係啊。如果佢可能攞世界足球冠軍，如果俾我投票。係咪咧？嗱，皇馬又攞歐聯咯，西班牙又攞冠軍咯，咁你雲尼素斯同阿比靈咸咪攞唔到冠軍咯？好啦，咁啊英皇查理三世賽前啊激勵阿球員，賽後都叫你喂唔使投耷耷啦，係嘛？但係歐國決賽已經成就嚟㗎啦，咁都係咁講嘅，挺胸膛咯。但係我真係覺得今屆就冇咁上屆咁不忿，因為上屆其實對意大利你係冇得輸嘅，真嗰句。上屆意大利好屌你老母麻麻咗嘛，真係。係嘛？其實西班牙今屆真係表現好啦。係啊，咁你輸都冇辦法，即係冇得講噶嘛，係嘛？咁啊，阿風賽就中咗啦。係咯 ，OK， 估唔到啊。好啦，冇估唔到嘅。咁啊，今日咧，今朝咧，即係我就覺得我係，但係你話收腹肌唔夠，其實大把人嘅喎。收腹肌呢兩場嘅調動都有進步嘅。啊，係有進步，但係都真係大把人嘅喎。你諗下收腹肌。不過好難講，你踢波唔叻啊，唔代表一定唔夠大球隊。呢啲問題佢就真係震到住班英軍，呢、個係嗱你真係留意一下呢兩屆個個都撐佢喎。但係佢留喺度都有嘢睇到嘅。屌你咪入，真係又係食響。就我連見屌你口仔東，我諗有寫呢個感情文章又呢樣嗰樣又話屌你諗起未來你啲咁搞啦。做咩？佢寫咩啊？咪又係講嗰啲咯，屌你打飛機咯，英格蘭嗰啲嘢咯，即係之前啊，佢話無論咩輸贏，我知我未來一定瞓唔著啊，點點點點啊，收腹肌我話啫，咩即係一大輪嘢咯，即係個堅定流，即係阿邊個
話西班牙對實力嘛，即係阿東尼講，我同你緣盡於此。唔係咁講笑啫，喂老實講，如果為足球嚟嗌交咧，就仲咁無聊嘅陣子。係咯，控制唔到嘅你。因為足球屌你九十分鐘敵人就梗㗎啦，互相嘲笑，屌你老母，我夠笑啲撚樣，屌你搞撚錯撐西班牙點，即係我撐英格蘭嘅時候。如果我撐西班牙，我又屌鳩佢，屌你老母，喂！咪九十分鐘咯，你足球係咁噶啦，屌你一家人都個個，屌你巴西我德國咁都係咁樣啦、啊。不過尋日我見喺即係英國英格蘭 page 咧，都好多人屌阿修基同埋簡尼，嗱你好慘啊，超多人屌，嗱雖然有啲人都保護佢，嗱修基一直嗰啲人屌，到到入決賽贏咗荷蘭嗰場就大家同阿修基道歉，係嘛？然後到呢一場又屌鳩翻佢。但其實呢一場佢嘅調動相對底下咧，相對啊係好咗嘅喎。當然啦，係唔夠縮咁厚嘅。我認為佢都係唔夠快，因為上半場一輸咗球就知道嗰邊個後防得要加重嗰、那個調，你即係加重注意啦。同埋咧，你既然一追翻個球嘅時候咧，喂，其實仲有時間十零分鐘。嗰陣時廣播都話齋，嗰、那個勢喺佢度，冇咩人喺佢度嘅時候。梗係谷啦，佢又谷唔起喎、啊，唔知谷唔起定點樣，跟住又烏龜喎想企圖，但你又做得唔好喎、啊，因為你啲即係換咗咁多進攻嘅人啊嘛，係嘛？咁老實講，頭槌嗰兩下咧，如果入咗，哇爭啲真，就 another 喂夠空門咯、啊，第二頭、哎、another sorry 㗎啦，就係、是、所以你話而家就講到好似啊西班牙我話足球就咁樣啊，西班牙又咩實至名歸。喂，嗰球入咗，佢啱啱企喺度啫喎，嗰、那個咁當然你話後衞靠企近處就合，即係呢啲基礎嘢嚟嘅。佢喂大眼色戇高高，喂屌你咁樣千軍萬法，試一頂都係，係啦，頂翻咗入去，或者你加領啲添，屌你掛網添，喂二比二咁，喂一比一嗰時我心諗，哇唔諗係又係咁啊話，正咯，係啊，當時屌一比一嗰時我心諗，屌你又係咁，都係輸翻個位，咪強運咯咁，咪又係輸翻，跟住又係輸翻個位咯，咪戇鳩咯，喂好啦，美斯就再捧阿根廷啦，好六十二分鐘佢換出嘅，佢同哥倫比亞嗱，哥倫比亞咧似乎咧嗱證明佢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好似都係排第二嘅而家，好即係就證明咧就唔係負碌嘅。咁我當然啦，我最開心就係見到阿洛迪古斯咧，即係好似打翻佢有信心，希望佢有得翻最佳球員啦。係啊，我希望佢有得翻歐洲落班啦，因為其實都唔算好老啫嘛，卅二歲唔係啊。佢嗰啲踢法人哋唔中意啦，而家因為而家唔中意十號仔啦，屌你咪喂控住個波落分波，屌你咪唔撚係嗰樣嘢。喂，而家最好啊，個個好撚似阿簡迪咁樣，然後你就再加多少少，屌你老味，以前堅尼咁樣，咪唔係嗰樣嘢噶啦。好啦，咁結果咧就係、是、又係加時啦，即係補時階段啦。但美斯補時階段，佢自己佢受傷嘅，唔係美斯係自己受傷嘅。就由馬天尼斯射入啦，係嘛？即係唔係龍門嗰馬天尼斯，係前面嗰、那個，即係世界盃嗰個敗家仔啊！佢射入入五粒喎、啊，咁一比零，今屆入五粒啊，係啊！唔係佢係好波㗎，唔知點解世界盃嗰陣時，即係上嗰年喺病倒啫嘛，係啊，打到冠軍冇所謂啦。咁就射一球啦，咁阿美斯咧就係咁啊喊出場嘅時候，後來捧杯當然破涕為笑啦。咁嗱，大家搞清楚。我想就算輸了這個杯，他都未至於會哭的，因為攞過了、但就正如好像斯朗那樣，其實他們不是為了那個冠軍哭，我覺得是即那個感觸、因為呢無論你怎樣去聆聽你自己的身體、喂，畢竟斯朗39美斯37是他們最後一屆的、可能代表國家出席這個大賽、okay? 喂，真的會感觸的，你半世人做的事都要畫上句號喎，即係等於你離開間公司嘅時候，可能你都唔係好中意間公司嘅，有陣時都好感觸嘅，係嘛？即係當然啦，你話兩年後 C 朗係咪可以世界盃做入選咧？我唔夠膽講佢嘅，但係起碼我覺得，就算兩年後再入選，係咪正選咧？係嘛？又或者美斯兩年後能唔能夠再入選呢個世界盃即係決賽周咧？即係阿根廷，即係佢跟唔跟隊咧？你都唔會係正選啦，係嘛？咁但係有冇作用咧？咁你就算跟住佢個喺個跟住室都有作用，再唔係你箍幾個波，你去睇美斯同阿斯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啲即係片段啦。我有時睇嗰啲沙地咧，你話水準唔真係唔高嘅，都仲係好撚勁嘅。其實咁梗係冇以前咁勁啦，但係其實都仲係好撚勁嘅。咁係有啲作用嘅。
咁啊，哇！正喎，阿根廷係咁捧杯喎。係啊，嗱，而家就睇啊，而家就睇喂，都話老屌都冇人都要行運，之前都一個杯，之前三個阿根廷，因為之前啊，連個南美國家杯啊，即咁撚容易捧嘅杯，美斯都捧唔到十九幾廿年，再臨尾屌你老尾，屌你發到校咁樣，係咁捧杯喎，世界盃又成，係嘛嚇？咁就睇下啦，即係而家。一代天驕咧，呢兩個冇咗咁，係咪有啲新人上嚟咧？有嘅，係嘛？喂，我覺得唔好咁大聲住，唔學去啲球星話齋，即係包括皇馬啲，喂，唔好咁大個頭啊！屌你，繼續翻學啊！即係唔即係一定好好保護啊！太容易啦！嗱，而家據講咧，嗱據講啊，唔知真定假，有傳出嚟咧，就阿仙奴咧就傾緊呢個威廉斯啊，咁我梗係中意啦嚇！喂，個樣咧係僆仔樣嚟啫嘛，其實，你高威廉斯啊，即係野馬，即係亞馬更加細啫嘛。咁你其實睇下西班牙阿帕杜啊，你全部都係僆仔細路仔樣嚟啫嘛。有陣時呢個世界上就咁，第一教練要夠，交嚟，第一要夠膽，第一要夠膽，第二咧就係啊，屌你媽窿閪著數啊！屌你兩西巴塞，你去窿閪著數，反而有機會就喂冇辦法用僆仔咯。他又打得好俾你睇，咪上到位咯。講真啦，你亞馬呢啲，你亞馬呢啲，你帶佢過嚟啊，都唔係個個教練夠膽用佢做正選啦。有啲人，有啲人你稍微即係保守啲嘅，你好似你而家睇佢好過當年都係咁嘅年紀爆嘅沃科特咯。哦，係啊，但係沃科特都冇佢咁犀利，佢唔能喺大賽入。其實沃科特就冇你哋諗到咁差嘅。不過就唔係成就到嘛，就好成熟踢啲波唔啊！哇，亞馬直情，你琴日佢嗰第一球波喺度好成熟噶，誒就兩球先入咧，仲有兩球係啊！逼福特好嘢，好波咋，即係逼福特其實琴日都 OK 噶，一即係一個中腰波，一個就地波，喂左腳哇即刻燙，好成熟，佢又唔會死去喎，即係僆仔好容易死去噶嘛，佢唔夠佢咪屌你咁護住個波俾人啊啲，好成熟，完全唔似係。即係十六七歲啲波，喂！十六七歲啲波用速度用爆炸力好正常噶。好啦，咁啊講埋啦，温布頓咁啊估唔到啦，其實估到啦，係咪改朝換代咧？嗱，祖高域雖然年紀都大，但係都唔係點退化嘅。啱復出，啱啱係啦，即係傷啦，傷半月板啦。咁但係幾個禮拜就好快復出噶啦，算。好撚堅㗎！平時傷好耐。喂，但係呢個艾卡拉斯啊，佢哋叫艾卡拉斯咧，嗱。It's coming up 噶啦，上屆贏美啊，即係美國公開賽咧，咁佢咧就話最中意打美國公開賽啊嘛，就最驚係温布，即係最驚打草地，因為佢自己唔係打，佢打過幾次草地嘅啫，攞兩屆咯。但係屌你老母，而家冚家產，你係對贏埋祖高域喎，嗱你唔好理祖高域係個狀態點，事實上亦都係非常為贏祖高域喎。嗱，祖高域對佢評價好高啊！祖高域，佢上次都似佢都係贏，都係贏。係啊，祖高域話佢咧，話佢咩啊？咪上次佢係贏，即係喺温網好似都係贏佢祖高域。唔係喺美滿美網嗰次唔係美網嗰次好似佢第一次攞美網，跟住係啊攞美網嗰次唔係贏祖高域嘅，攞温網，今年攞法網同温網咯，即係攞四個啦。他又拿過法網咩？阿拉維斯啱啱咯，今年咯。好嘅，今年第二個大滿貫啊嘛。係啊，但係呢個但係温布萊應該今年第一次攞啫喎，係嘛？温布頓第二次攞啦。啊，嗱，阿十九歲，舊年係十九歲之齡奪得美網男單冠軍啦，生涯首個大滿貫，跟住舊年就攞埋温布頓啦。係啊 ，OK， 今年再嗱，佢係話咧 ，OK。阿祖高域話：佢係佢話呢個後生仔融合咗佢費德拿同埋拿度最好嘅一面，成為咗呢個佢。嗯，咁係咪咧？係咪過譽咧？咁樣咁後生唔知啦，係嘛？但係似乎咧都係新球王啊！嚟喺呢個年齡就已經贏咗幾個大滿貫啦。就次次佢都決出啦。但係祖高域未認輸嘅，我諗祖高域睇咁嘅水準咧，即係而家雙年啦，佢都仲可以有兩三年嘅。你睇嗰啲格式啊，咁但係都係我諗都係要慢慢咩㗎啦，因為始終一個上緊啊嘛，咁後生，屌你廿歲仔，一個就落緊啦，你冇辦法㗎嘛年齡，因為祖高域都三十五六咁樣㗎啦啊，今年二十歲啊。
咁啊，喂，你睇佢個人喎，舊年冚家產佢個贊助商都係雪糕啫，今年贊助商已經係勞力士咯。好咪好咯？屌你老母！你真係呢個好好現實㗎。你唔記得費大拿好長時間就係買勞力士啊嘛。第一係瑞即係瑞士啦。第二咁你講真啦，嗰日我問我仔，佢去完瑞士，我話。你覺得瑞我你知唔知瑞？跟住我仔話：你知唔知瑞士最出名嘅運動員係邊個？咁我話：我喺度諗諗，我都知係費達拿，一定唔係咩薩卡㗎啦。佢話：屌一落機場，咁我哋成個已經退咗役㗎啦喎。嗯。成個機場，成個即係城市啊，周圍都係去啊費達拿啲相。費達拿受歡迎程度好強㗎。屌大佬！佢中我早腳好多，如果佢紅咁係啊，佢紅霸咗個網球壇咁多年啊嘛。同埋佢形象好嘛。瀟灑。即係仲比拿度高啲啲個形象。都是嘅，兩種人啦，啊，佢就優雅啲啦，祖高域就低啲。祖高域係即係冇咁有觀眾緣。係啊，冇咁觀眾緣嘅，但係其實 OK 嘅佢，但係真係冇咁觀眾緣咯。佢打波好。又咁講咯，到祖高域咧，佢多開始慢慢佢要宣佈咧嘅時候咧，即係睇一場少一場嘅時候，啲人就會益氣好處嘅，好似拿度咁咯，係嘛？而家啲人都咩㗎？嚇，即係睇一場少一場啦嘛。拿度話明二零二，即係話到明㗎啦，打埋今年唔打啦，咁你咪。更加珍惜咯，都冇辦法啦嚇、啊！長江後浪嚇，嗰、啊、陣時其實我哋譬如我哋成長嘅年代，覺得哇麥金萊啊、甘迪咩甘迪，唉我唔記得咗個名添啊！再甚至乎再之前，唔係再之前就係咩啊波格啊、碧加，跟住咧就麥金萊啦，然後就森柏斯啦，即係你會覺得阿加斯冇啦，阿加斯啊，即係改冇啦咁樣。即係餘量啊！屌你跟住，屌你老母，費達拿咯，冇咪拿到咯，冇咪做高位咯，中間仲涉埋嗰英國仔咩漢咩漢咩漢尼啊，梅利啊咁樣，喂，一代新人啊嘛，係一代新人啦，你冇辦法㗎，而家都係咁樣啦，足球一樣啊。好啦，咁啊嗱，總言之咧，嗱各位網友嗱，記住繼續上嚟支持啤梨頻道，買眼藥水啊，即係呢個機會唔多㗎，等買即係用完夠錢就冇㗎啦，580蚊木經眼藥水一支。每人最多12支，但記住答個問卷，同埋咧啊報呢個 AI 課程，我真係好 high 呢個 comment。如果我揾翻我琴日 join 嗰啲咧，或者我今晚再試下咧，真係好好玩。我覺得咧嗱，最後咧我哋教你就咧，其實你係有幾多運用啊？你要運用得多咧，靈活咁樣貫通咧，真係好撚見。成本書，我成個劇本，我你諗下，我打算咧。因為會學埋剪片啊嘛，如果我intermediate class， 我可以話嗱，譬如話30分鐘電影劇本，兩男五女，即係譬如我俾個大骷髏啦，兩男五女入邊涉及一流一啲入呢啲 point 殺人嚇、啊，但係我不值得3000蚊，諗住用手機拍，咁我又出到個劇本噶咯，嗯，正咯，啊，跟住我劇本之後咧，我有個劇本咧，我再用另一個機械人咧。用呢個機械人咧，唔係出去拍啊！自從用機械人生成埋嗰條短片啊，點喎？咁你話喂，邊個做主角啊？我要佘詩曼同我咯，啤梨咯。好，咁只要我哋俾啲，即係容祖兒啦。只要我哋俾一啲聲音去教佢咧，係你明我意思啦。個樣咧，佢做到曬咧，佢就生成埋嗰個係容祖兒、佘詩曼同啤梨嘅30分鐘《幻海奇情片》喎。然後我配埋樂作埋曲，用另外機械人，再做埋字幕。嗱，當然你唔係講版權唔係剩，咁你話你係咪可以唔識啊？嗯，好撚好，我嚟玩你都大，真係好撚勁啊！而我覺得咧，最緊要就係咧，下一堂咧，我哋安排個時間咧，應該21號咧，你得閒你一定要啊！你翻嚟未咧？因為咧你未翻嚟，咁我哋做第三班嘅，因為咧一定要去學咗個初步咧，因為第二步咧，我哋講每日一條片咧，係咁 share。哇，大佬，你唔好話乜嘢啦！我風水豪，我諗住飛鳩氣去添啊！屌風水豪，嗱，我每日運程咧，再唔係嘅，你諗下啦，佢你而家寄嘅手，而家係鬥資訊啫嘛，你影你嘅手相俾我，我就唔係我答，我揾我哋個我個機械人，喂呢、這個人想問佢個姻緣，喂馬居士，你係冇一個，我同大家講係冇一個啊睇相佬叻得過佢嘅，你叻極。你唔夠佢啊嘛！佢一日睇千億萬人計，每一個人佢睇完之後睇翻個經歷，去判斷，去再阿 man 分析。我而家琴日我哋成班咧，臨尾喺度研究食飯嘅時候，
我哋明白佢取代乜嘢？佢有乜嘢唔取代得咧？諗嚟諗去就係只雞咯，即係出嚟做雞嗰啲，或者明星咯，係佢可以將個周後生嘅周潤發出嚟做英雄本色。嗯、但你唔係，你唔能夠有個阿 wing， 唔能夠有個阿姜濤真喺個舞台度同你握手，好似鄭秀文喺度唱歌同我哋握手，係嘛？即係係嗰樣唔得啫嘛，即係縱欲咩人與人之間交流。如果唔係嘅，佢係乜都取代咗。嗯，係乜嘢行業都取代咗，會計先大鑊啊！我琴日啊諗住咧，我之前我咪講我有條攬嘅，嗯，即係必贏嘅攬啊！嗰條攬咧其實好關鍵有一樣嘢咧，就是、要寫一條程式出嚟去用即時個賠率啊點樣計啊！咁我計唔喺度講啦。咁同我一諗，屌你老母！我用個機械，我屌我真係一分鐘同我寫，我諗一秒鐘同我寫到啊嗰條程式，嗯、即係用 Excel 啊寫出嚟啊！咁你點可以唔去報咧？84811079嗱。我應該第三班咧，我加價實在太平啦，因為琴日實在太開心啦，屌，哇！一到學嘅時候，所以我中間都瞓咗少少覺，嗯，嚇、啊，因為冇辦法太眼瞓啦，嚇、啊，咁啊，喂，老實講，你哋自己去搞嘅，你淨係點樣去註冊户口，你都冇本事，因為又要翻牆又要成，係嘛？好啦，咁啊，聽日再見啦，拜拜。